呀？还100块，100啊，有没有对哦？送礼盒哦，100块钱一只，便宜大肉哎。吧，这条特色一点的，这条皇家绿卡那个7.8米，这条7.8米，这种呢？这种多少了？这一条，一条800。天然黄啊，黄绿黄绿。炸它来，这条180。什么180呀？你打劫呀？赶紧拿过来呀！真的是呀，180漏它，乱来。这条180，看有没有对装，这条180。你可以吗？半生满意。都还没开始。刚开始了。才刚来。7.8啊，这条。来，这条卡7.3，7.8的这条，卡7.8的这条冰糖水梨黄，这种呢？来一个？这个？这个900块，哎呀，真的是。你老乡哦？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认识他吗？啊，不认识。怪不得嘞，还是瘫痪。他的价高的要命。你播过他货吗？我当然有播过啊。反正他很少播，基本上看到他都是转转转转转。又弱又卖的高，哇！像这种你知道人家？像这种啊，你知道人家卖多少钱？你想一下，人家赚钱就是这样子赚的。怪不得人家播的好，我们是播的好。怪不得人家那么会赚钱，像这种，人家卖过千了。能卖走吗？有人要吗？那没人要了。那就是呀、那是我是你傻还是他傻？像这种啊，哇，这种人家卖个700-800，那有人要吗？厉害吧？那我不是想卖货的吗？我来是给你瞎求乱来了吗？你还砍我那么狠，吓得我！天哪，我人家卖700，我说680，你还砍我180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狠呀？啊，忽悠哥好啊！我来是卖货的，我不是来瞎做的。他的货全都是这种，啊，糯糯的，全都是这种。你没看到我都想亲他亲他呀，我现在都是这样子。半卖半清啊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搞啊。那没办法，你做这一行没有底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搞啊。没有，这里钱没有，这都是值钱的。这条起胶的呢？起胶的，对了，也给你漏啊。来，漏不漏？自己看。4000吧。喜欢这条，来1380，这条1380，1380这一个，1380这条，你有白冰大卡吗？没有，这条飘花呢？卡八的这条飘花，来这一条1500。
好看哎。现在有没有对装这条飘花？有没有喜欢？这条美呀。来这一个，这个580漏了。什么580没有啊？乱来的，还没开张都这样的。不，我不想花鸭蛋呀、啊，美女呀、啊，有你这样子砍的，你自己看那品质，我估计我本都没有。拿给我姐，12米。这虾子，我的妈扎爷呀、啊！来来看看，骗你不是个人，来。妈扎爷呀、啊，你去。他西北方啊，你自己想想，人家那什么利润，我在那还让我倒贴。OK， 来3、2、1。这条可以收哦，这条。